我给你加水，开火，快点小米儿，再来一勺，放几颗红枣。小米儿倒茶壶里。切好红薯方块。青椒，西红柿等会儿，还有一点，西红柿等会儿，还有一点，胡萝卜丝、青椒丝，香米都给熟了，哇，这个米香味太香了，快点面粉，再放一点。加水。妈妈，醒了，再多睡一会儿，凉呗。哎呀，再睡一会儿，再睡一会儿，然后妈妈教你好不好？哎呀，跟凉巴巴的睡得真香，还打呼噜呢。闭眼吧，啊，听话。妈妈去做饭了啊。面揉好了，提醒一会儿。锅里放油，葱花，鸡蛋黄，蒜片，葱花收起来，把面揉揉，再醒一会儿。花椒油放一勺，这个是花椒榨的花生油，来一勺，少放一点味精、盐、香油，放一点生抽，火了火了。这个是西湖鸡蛋馅的，哇，蒸锅盖子来水，哇，蒸锅子加水，这个包的是西湖鸡蛋馅的饺子，西湖馅的包好了，盐，再放点味精，花椒油，这是来一勺，生抽，香油，西红柿鸡蛋馅的，哇，好香啊！馅包大点的西红柿鸡蛋的，不想再剩下馅儿了，装满满的。好了，饺子都包完了，这个花馅的是西湖鸡蛋的，然后这边是西红柿鸡蛋的，水也开了，上锅蒸。还是没睡，唱歌呢，在这是、啊、叫爸爸起床啊，王东海起床了，快七点了，早起，快点醒醒啊，这有点晚了，赶紧刷牙洗脸去，快点啊，快点啊，赶紧的起床。开开我了，煎一会儿。哇，小卫生，好香啊！哇，好热，烫死我了。哇，这个是西湖鸡蛋的，好香啊，香不香？来一口。这个是西红柿鸡蛋的，满满的汤汁，太香了。鸡蛋也熟了，好香啊！早饭做好了，这个是蒸饺，然后有素馅的，这是西红柿鸡蛋，这个是西湖鸡蛋的，还给孩子们炒了一个胡萝卜青椒丝，这个是煎的鸡排，胡薯大枣香米肉，还饭了，饭了二位，哎，快点，饭熟了，洗完脸了，赶紧吃吧，哎，你哪倒醋？我倒的，哎，倒了一点的啊，谢谢妈妈，不客气哦。
家里小吃。哎，中间就吃。在家吃就行了。这饺这蒸饺不是家吃的吗？中，在家吃一点，在家吃一点是吧？还剩一些，加了红薯放过来，还有一点。中盘最好了，中盘还有一点。我又干了一件大事，来看看，早起做饭得爆点毒了。妈呀，好干净啊！哎呦，找个窗口贴。快再切好了中盘的，还有一个，我们肉也剩了。哇！少放一点点，再等。比较浓，齐峰上学了，上班了，醒了，我还上午找过你来了呢，又写资料呢，所以我这事没整完了，知道了，快起来吧，都七点了，走了，吃饭的时候了，分手了，这还有点豆豆。小米粥，早饭做好了，蒸了个粘豆包还有玉米，这个是红色，给汪总炒了一个快菜，酸笋炒快菜，这个是刻意给孩子炒的土豆丝，怕他不爱吃那快菜，然后还有早起熬的这个小米粥，然后搁了点红薯还有大枣，开饭喽，赶紧的吃饭，吃完洗澡留大院，哎，你先吃，哎，小圆圈，哎呦，吓一跳，醒睡醒没？睡醒了，咱起来上学了。二院老 A 级宝宝醒醒，咱上校了，嗯，睡醒没？没睡醒，嗯，那咱中午再睡中不中？嗯，啊，起来，不痛，那行行，来，起来，抱着，一二三，走你。吃啊，吃吧，酱肘得吃吧。嗯，你吃肘子啊？吃啥去了？切猪啊！那不得吃肉了吧？我先给你夹点菜，给你的，给你夹点。拿两个。来着，麦芽肉，快吃二十的，别瞅了。来一口小米粥。
你不爱吃小米粥了吗？完了，我给你特意还讨个土豆稀。嗯，我爱你不吃炒白菜。你不炒，我好像从哪没见过。我吃吧，你不爱吃吗？都是肉里边，我还吃口黑芝麻丸。嗯，好吃啊。好的。说话我大儿子挺爱吃玉米，今儿我就给整了点。我大儿子应该吃还凑合点。快吃吧。嗯。别着急，今天上就不晚了啊。嗯。